你给我未来命运，我给你三日欢喜。我希望能有一个人陪我一起穿云入海，去历那波澜壮阔的人生。说什么呢？我卖艺不卖身，别想赖着我。20000两，你陪我去武阳侯府学艺吧。那可是有生命危险。30000两。生存指南。想要在武阳侯府混得开呢，就得听哥哥的话。我怎么有一种被你骗的感觉？乖。臭骗子。我叫阿赫，是你的腰啊。这腰长得还行。刘少姑娘，给。这条死鱼不安好心呢，看我怎么收拾。看你能拿本局如何。你是他的腰，我还是他的人呢，我。其实你对我越凶，你心里就越关心我。一个铜板，陆离卖给了柳梢，永不反悔，永不反悔。你与他天生灵力相克，注定是不能在一起的。柳梢，看来这三界不会再平静了。区区楼，就想逆天改命。蝼蚁又如何？敢撼树者，亦敢撼天。我有30封，斩尽不平事。你这是找死！刘少，还有谁能阻拦我？我还是没办法保护自己想要守护之人。就算真的有。就换我来保护你。他这旨意，爱人鲜血登上高位的上神，我不做，我只想做和他们并肩作战的凡人。